诗篇第127篇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。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。你们清早起来，很晚才歇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，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睡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。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，箭袋装满了箭的人是有福的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